中央湾的。为什么这样给他做呢？因为他这个县调这个开阔化的这条吧，它能集聚养分，紧接着我们给他用了一遍这个短促复合肥，来促使这个下一遍这个化的开放。好了，关于这个茉莉化的这个修建，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些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